下车，下车，快！小狗，对面那个狙击手交给你了。是。你去车上看一看，看看车还能不能开动。好的，我去试试。走。搞定了。我看未必吧。子弹没你想的那么弱，蒋天林已经跑了，我看你们真是白忙活一场了。不管怎么说，现在我们的手里还有你。塞北都有胖子，你们去追蒋天林，他现在应该还没有跑远。不对，不行，把枪放下，快点。小矬子，你终于来了。看起来我们又僵在这儿了。要不然这样，我们像上次一样，大家都把枪放下，怎么样？有时候诚信这种东西呢，用一次还行，但是如果用第二次的话，就不可信了。这么说，你是不同意我的提议了？那好啊，那就一人一枪，
大家都死了，都不会吃亏啊。别动。现在谁的胜算更大一些呢？是吧？命大死不了。哎呀，马队长去哪了？他落在柴福东手里了，子弹跟胡大正在找他，其他我也不知道了。没想到苏月他们这么快就追上来了，那现在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回去找头商量一下，快走。别动，马伯爵。我们现在明显人多了，如果要开起枪来的话，你们可一点便宜都占不到。不如我们把枪都放下吧。要放，大家一起放。头，我们要马上撤才行，苏月他们已经追上来了。好，马步军，那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。我喊一二三，咱们两边的人都往各自的方向退。好啊。子弹胡大，过来，走，过去。马伯钧，这次我就给你个面子，今日就此别过，慢走，不送了。原来他知道你们来增援了。柴福东去哪儿了？跑了。跑了？跟我去追。别追了，至少老爷子还在我们手上。可柴福东诈降，欺骗了我们，我要亲手杀了他。别只是嘴上说说，到时候让你做你又做不到。队长，别解释了，我们撤吧。老大，咱们往哪儿撤啊？再回汤山别墅还是回南京城啊？回南京城吧，汤山别墅已经不安全了，我们另外再找个地方把老爷子安置起来。走，是。